好，我今天来介绍我的期末作业。我的期末作业是怪手阿杜诺一号。那后面这边就是它的参考模型，再到初代、二代怪手到最终形态，最终形态就是现在长得这个样子。好，首先呢，我要现在介绍我这次使用到的一些电控的机构。那电控的装置，这边有一个舵机、两个舵机，然后 turntable 里面还有一个舵机，这边有个电动缸。那他们全部都是由 Arduino 这边来负责发号施令。那这边看到这个会是这个电动缸的驱动器，在这边，整个大致上的电控装置就是这些。再来就是这边有这个里面是一个 turntable，里面是四个动向轮。再来介绍这两个铁块，它其实不是装饰用，它是拿来做配重用，因为当初在 turntable 在旋转的时候。它的扭力太强，然后因为我的数值是到了之后，它是直接要到那个数值，所以它不是慢慢加过去，所以它会旋转太快，所以整个怪手会晃动，所以就加了这两个重铁来做配重。然后这是老师给的 idea。好，这边简单来操作我的机构。好，手上来之后呢，它就会感应到，就会到相对应的位置。那左右，然后上下下上，然后转前后推。然后当你手离开的时候呢，它会停在这边。5秒后，它就会回到它起始位置，这就是我的操作。那怪手阿杜诺，虽然现在是现阶段的最终形态，但它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空间。第一个会是我在每一个机构的运作上面，它极限值上面其实都把它缩得很小，因为它有一个安全范围，才不会撞到东西，以及在操作上不会破坏我的机构。那有一些需要改进的，就是我可能可以在这边加上一些感应的 sensor，比如说碰到之后它就自动停止，那我就可以增加。这个部分的前后推的部分的极限值，这是跟老师看完作业之后给我的一些想法，这第一个需要改进的。那第二个要改进的就是我这些线基本上它都必须要收在这个 turntable 里面，才是最安全也是最美观的，这是第二个要改进的。第三个要改进的会是每一次在操作上都要接电脑，那会有很大的就是机动性大大降低。所以之后我也去尝试使用树莓派，来让 Leap Motion 跟 Arduino 还有 Process 都透过树莓派来做讯号的传递，或许可以直接就让 PC 就可以舍弃 PC 由树莓派来取代，这样整个机构就会比较整个怪手就可以机动性就比较高。这次的期末作业怪手 Arduino 一号主要学习到的部分会是。Arduino 的这些电控的部分，再就是 Process 跟 Leap Motion 之间的结合。那 Leap Motion 传递数值给 Process 再把数值过给 Arduino 来操控这些马达。这是学到的第一件事情。那在第二件事情是机构本身的设计，这每一个其实都是经过这个一代、二代、三代的慢慢跟老师讨论，然后老师给了很多新的想法，然后才慢慢改进成现在这个状态。最主要的部分会是 turntable 部分，由于我一开始使用的是动向轮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的示范。后来老师提醒之后，改成定向轮之后，它就变得比较，就变得很好的 work。再来就是这些每一个关节部分的设计，那一开始其实在设计上其实都是直接让马达去操控整个关节。它产生的大问题就是我的马达它没办法载重这么重，那我又要把所有的重量都撑在这上面，其实是基本上更不可行的，所以我弄坏了三个舵机。后来想法就是有做一些结构来支撑它，然后马达纯粹只是做一个驱动的部分，所以重量全部都会吃在设计好的结构上面，像这边都会直接吃在这个结构上面也是，那这个也是吃在这个结构上面。对，那基本上这就是这次的。机构让我学到的东西，还有程式给我的学习，总结我的作业，期末作业怪手阿杜诺一号，这次的期末作业最主要的主角会是这个 Leap Motion，它是一个 sensor 感应器。
那跟一开始我在抓的时候，其实我只抓到三个。那后来跟老师讨论完，然后老师也帮我研究了。目前看起来好像有六个手势可以操作，所以它未来的可塑性跟它的发展性还蛮大。因为我这次只用到四个，所以我还有两个空间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。再来就是 Arduino 这件事情，这是我一直都很想要进入到的一个领域，因为它跟写程式，然后去操控我要操控的东西，它是一个蛮核心，是一个心脏。对，那这次我很单纯的只透过它去做讯号传递，单纯的送数值给我要控制的马达到它要的位置。未来我接下来会尝试的会是用 DMS 控制，那 DMS 控制控制这些马达，我在使用控台，然后或者是我在透过 Limotion 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，这是未来我想要继续发展下去的东西。再来，其实就是这些电控机构也是之后会要继续研究的，因为马达不单单只有舵机，还有伺服马达，然后还有步机马达，然后还有感应马达等等，很多东西是我一开始没接触到，进到学校之后才接触的，这些都是在这次的作业展让我收获很多的地方，所以我蛮感谢有这次的作业展让我尝试，然后跟 push 我。就是逼迫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出来，因为有这个压力在，所以我对于这次作业展我非常的感谢，对，那我也很谢谢老师，那基本上就是我这次的介绍，谢谢大家。这是我的期末作业 Useless Box， 然后我们这边会有开关打开之后，这个盒子主要的动作就是我们人把开关推向它，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个舵机把手背伸出来把开关推回去，然后可以打开让大家看一下里面。里面主要是运用步进马达还有皮带轮去带动舵机移动，然后使用的轨道是用铝脊型，然后我的供电方式是用12伏的供电器，但它现在在里面看不太到。对，然后这是减压模组，因为12伏可能对舵机来说，电压太大，所以我把它降到6，然后去供这个舵机使用，然后可以让大家看一下，这样子，它就会跑到你该去移动的地方。然后我这个机械手背跟这个小板子都使用雷切的方式，那大概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欢迎来到舞台动力实验室，请看示范。这是这一次作业展的最好玩的一个盒子，各位可以看到它的反应非常的敏锐。基本上，里面呢就是一台步进马达，加上一台舵机，充满了动感，永远玩不厌。这个是研究生邱云涵的一个作品，叫做 Useless Box。 好，我们再最后回顾一下，你要跟他换呢，他跟你来换，非常精确，程式其实很简单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要介绍的是，好，欢迎来到舞台动力实验室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Camera Slider。好，那个位置。现在第一，对，我分了三轴，动力 Pan 还有 Tail， 然后现在动力是在25的值，然后它可以左右移动。现在到，然后 Pan 一起 ，Tail 一起。三轴一起，哇，即时摄影哦！我有进去吗？我没有。那宝宝会走偏啊？他会走，来偏一下。对，这个叫偏，对不对？这个动作叫偏。我来，还没。
进来，对，终于进来。然后你再，你这是你的最大的偏角，来回偏一下，来回偏一下，来先让它偏到底，然后再偏回来。对你偏到，你还没偏到自己啊？有啊，进来了，好，来偏过去，好，看看，哎，头要低一点，哎，压 tilt tilt 拉上来，哦，结果 tilt 到底了，它的底只有到这里。那 tilt down 呢？来 tilt down。你们有发现一件事吗？它会十块十块有发现吗？就是这一次，研究生的期末作业展的另外一个有趣的装置。各位看到就是总共有三轴来做，用 DMX 来控制它的这个相机的基座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三台步进电机。陆冠荣，这是我的期末作业大王花，然后它是靠声纳去感测它的距离远跟近，越近的时候它就会越开，然后越远的时候它就会越关起来，像这样。它就会关起来，然后里面会转，然后外面是固定的花心，就是远离它的时候，然后靠近的时候它就会打开。再来，花瓣的材质是使用超轻土，它可以塑形，然后又具有一点点弹性，然后如果厚度适中的话，它可以直接这样折，不会断掉。然后里面花心的部分跟舵机连接，它会旋转。然后它的材质是使用光固化。再来，外面的部分是使用 poly 保丽胶去翻模，然后绑这个线来控制它的松紧。然后底下是舵机。动大台的995，再来是接到插到面包板，然后用 Mega 的板子，然后这是声纳，再来在滤波的部分想了比较久，去花比较多时间去理解，然后加了滤波之后读到的数值会比较稳定，然后再把它转到舵机去，从2公分到25公分之间，然后转成180度。对，然后为什么使用25公分，是因为手有一点不平整，所以对声纳来说那个距离比较好。然后当初会想要做这个，是因为从就是我喜欢看植物的缩时摄影，可以感受到植物它会就是有一些活生生的感觉，然后进而发展到做这朵感应的花，就是越靠近它，它就会越展开，然后越远离它就会越关起来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 Tina， 然后这是我这学期做的作品，我把它取名叫 Mess Like Box， 然后主要就是由用雾化片，我自己用雾化片做的一个自制的水雾机，然后再加上风扇，然后跟控制风扇的变速器，让水雾出来的时候，然后可以被抽风，或者是让它的烟雾可以有速度上的控制，然后再加上光源，所以会有一个效果，就是可以让影像或是光束打在类似像水雾幕荧幕的效果上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谢谢。